特斯拉副队长金财元在18日被日本媒体周刊文春爆料正在和一名男子恋爱中，一连 po 出好几张合照，没想到不久之后就被粉丝发现根本是合成照。该名男子也证实照片只是合成，自己根本不认识财元，只不过是他的粉丝而已。而金财元倒霉的还不止如此，由于在报道发出的前一天，该周刊还先在网络上预告，新闻主角是世界级人气 K-pop 偶像，让新闻爆出后，有部分人还质疑他也能算世界级吗？而就在几天前的 Seraphim 的直播中要结束时，宫胁孝良一句话似乎就是在 Dis 该报道。나는이다음스케줄이있으니까댓글을몇개만읽어보고슈퍼스타라고했어不愧是小樱花，果然很有出道10年的威严呐。